还有问题吗？没有。没有。没有。老师，你们今天要交吗？还有你们那个。考卷要交吗？啊。好啊。没有没有，考卷要交，还有历史。今天要交哦。对。这样，你要拿过去给我吗？我去。是你为什么能配合我？对啊。我真的好想给你拿一千块哎！好，那个，那我们啊，来注意听我，什么时候呢？什么时候我们会讲到？你们今天写的有问题吗？没有，百分之百不会怎么样。还有哪一张啊？你说今天早上发的那一张哦？啊，有什么是对的，但是没有关系。老师，我刚才不会进来。好，我去慢慢写好了。那个，我帮你把什么东西写下来。那个，让我开始写。不行。老师，我来。就没有不可以上。需要留三分钟的时间。老师，那不行。我只有这个。对，这个的意思是，把你旁边的视力强视给被切掉。好，那我看一下。好，不要讲话，同学。OK， 注意听这边就好，全部注意这里。我们什么时候会谈到内外？有一点。什么时候会谈到内外？有分割线。分割线是什么意思？管理区。边界。边界。所以一定会有边界，比如说教室内跟教室外，对不对？我们在教室内，刚刚我们在教室外，对不对？不是你真的忘了？不是忘了啦。我原本说不想叫你的。怎么还会这样？你还留下来继续讲课？还是我听一下？我没有。我老师，我刚刚本来。对啊，你说如果我去叫你，就会把我给杀了。好，我们讲。教室里面、教室外面，对不对？我一定会有边界嘛。还有什么时候我们会讲到内部外？我讲的是东西没有吃进去，对，东西还在外面呢。食物已经好吸了，东西好恶心啊！然后又出来，然后又出来，鸟尾都是变成那一坨。所以吃进去是在里面，然后吃出来是吃出来，吃出来。你要这样，你要这样子讲，我们从吐出来，吐出来了。那个哦，你们有听过九弯十八拐吗？听过吗？你看过吗？有啊，看过啊。知道他有时候弯吗？有啊。课本有画给你们看吗？有啊。有吗？有。什么？没有啊。跟蛇一样啊。社会课本就看过了，就是。骑脚踏车没感觉，骑车。走路最没感觉。说过了啊。你有讲过了。啊，你说骑脚踏车没有感觉，你就可以讲到声音都飙了啊。那是我们慢慢讲，你说没感觉。对。但是一般我们经过九弯十八拐的时候，通常都会是坐计程车，不是？通常都是坐游览车，是吗？对啊。不然就是开车嘛。游览车啦。有的会骑脚踏车，会骑脚踏车的去的人通常都是速度很快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赶时间，不是赶时间，好赶要上班都一样，真的呀。那通常速度不会太慢，要上班，因为通常他们的目的，除非他是悠闲的骑脚踏车，像我们一直在骑脚踏车，悠闲的这样子，多少？就是，就怕你骑车。对啊，那个通常，好，如果，啊，我有讲过对不对？讲过什么？如果你开车，你开那个九弯十八拐的时候，你坐哪？坐游览车啦，你现在还不会开车？会开车的举手。我会换挡，我会换挡，我会像你一样。如果你能咱们戏啊，我会戏啊，我是我那条好一样，我会，大家都会，我会，可以。
会啊，控机车。哈哈哈哈哈！那个我也会。好。还有飞机哦。遥控飞机。耶，我没有工作耶。哈哈哈哈哈！接下来要发的是哪里？哈哈哈哈哈！要拉吗？这样这样讲啊。我这样子，如果我这样子开，注意看，大聊，拿到清凉虾。开车啊，如果我的速度你要有感觉，必须要速度非常的快。如果速度非常快，要破路费。没有，我要非常的时候，我必须要怎样？然后找个短啊，是要付过路费。等一下，注意听啊。过路费，前面我这样慢的过去，我如果。如果我的速度非常非常的快，我想转的过来，转不过来，这个感觉就像什么呢？有看过雨伞吗？没有。如果看到飞行，我觉得你等一下要放学留下来，我要好好的。好了，我有雨伞了。雨伞吗？雨伞啊，一把、两把、三把。雨伞。啊，开了。他拿我的。不能写。哦，这次那开啥车了？这次借我一下啊。你一楼的。开啥？可以借我吗？粉红色。男的是不行。男的是我们拿来当开窗户的衣服。哦对，哦室内开伞，不要室内开伞。反正中他，中他又不中他，然后是不要室内开伞。雨伞，你刚给他地凉，雨伞通常都是下雨的时候，不然就是遮太阳。然后呢？啊不，你一种盖不的是遮。哈哈哈。对啊。哦，是的。那小蜜啊，那谁遮盖的？还有降落伞，不能喝甘肃有什么事？我很难沟通呢。你觉得这个不要紧。老师，你要拿小雨伞吗？还有。来，小雨伞就是拿来打黄圈。有了一条绳子，前两一条绳子都是。文老师，黄金啊！文老师抽地上的，没有男性的，没有同性。跳绳吗？哎，跳绳。你有看到那里有一条跳绳？没吧？现在没看见。你讨厌这条跳绳吗？水会怎么？水会怎么？我说我们换水。我都关了。
老师，你们拿过吗？对。对。这种感觉是什么呢？你人如果绕着那个圆圈在跑，离心力。人如果绕着圆圈在跑，绕着圆圈在跑，请问，如果你跑得非常的快，快到你会没办法绕着圆圈跑，如果太快太快，静止不动。如果太快太快的话，就是快到。快到你没办法转弯的时候，会发生什么情况？用力啊！你会往哪里跑？往外。南边。有人知道要怎么跑吗？三垒。知道怎么跑？就是如果本来你应该可以顺利的，像你们跑那个操场，你是都可以顺利的这样子跑的，因为你的速度很快。如果你速度非常的快，非常之快的时候，快到非常快的时候，你会没办法绕到这个。冰雪春归，就你们想象一下，就是你用人感觉不出来。如果你是开车想要绕着这个圆还好，如果你开车的速度非常的快，如果自己想象一下摩托车，跟不下去，对不对？对啊，重机也对。你想要绕着这个圆跑，可是你最后会产生什么情况？无限往外，会怎样？往内，往外，知道吗？一直往外绕圈，往上，我知道。越来越大。如果你骑摩托车或开车或骑脚踏车都一样，如果你速度非常的快，当你如果这边速度，如果你越骑越快了，快到非常快的时候，这个点来，这个点会怎么跑？直线跑，直线跑。为什么？由于身高。哈哈哈哈哈！嘴夹边掉。对啊。甩尾哦，可以甩尾呢。好大雨啊！再把它画得精确一点，再把它画得精确一点，它会怎么跑？像你这个雷踩的样子。我来了，主持人，它在这一个的瞬间，李小栋飞出去。这个是出去之后，在这个的瞬间会怎样？会往内吗？不会往内吗？我速度很快哦。速度如果不够快，你还是可以绕得远的，对不对？速度如果够快会怎样？往外。所以往外它会怎么往外？它那一瞬间，冲出去的那一瞬间，没办法绕着圆圈的那一瞬间，它是什么？那一瞬间。大点会出。无法控制。按铃上的话。啊。就那一瞬间呢？来，所有人都看看笔记本。笔记本拿去修理啊。笔记本拿回去。要了，拿自己拿好的。这还挺一般的。我老大呀。勇敢一点，看看其他人趴在笔记本上。没关系，我来问大家。哈哈哈哈哈。是这个感觉吗？是。是不是？不是的，请举手。你不是这个感觉的，是不是？宏观，还有呢？那是什么感觉？不是这个观，是怎样？会怎样？我是说，你们感觉一下哈，为什么刚刚要拿雨伞？那个水珠哈，水在上面。如果你在甩下来的时候，如果你在甩下来的时候，那个水珠会怎么样？它会出去。会出去是怎么出去？喷，哪一种出去方式？水滴液滴式。哪一种出去方式？广德。他离开雨伞的那一瞬间，他是怎么出去的？斜边。离开雨伞的那一瞬间呢？看他转的方向。对，跟方向很有关系。你把这个想成是雨伞，瞬间出去的那一瞬间，那一瞬间会这样吗？不会。会怎样？因为我是这个方向，我这样子想，我是这个方向想，对不对？所以他有一个惯性，他想要往前，可是他弯不了，他是往这个方向前进，可是他弯不了，他想要过来这里，但他速度太快，他弯不了，没办法打弯，他只好打直出去，在这个瞬间。在这个瞬间就是这样子出去，
以出去之后，他有可能会因为他会因为地心引力的关系开始打弯那种。会，就是他出去之后，他出去之后开始弯下去。没有错，你的感觉是对的。但是我讲的是那一瞬间，他刚离开雨伞的那一瞬间，他是直线前进。但是这个是雷伞，会加雷。因为你为这个无雷伞，你感觉要搞意思？明白。雷伞是伫遮雷嘛，对吧？伫遮雷，雷了伊要安怎？伊要伊会发生什么事？你就要看那个花生。花生，花生，雷在遮雷花生。安婷上来画的是在雷伞的那一瞬间，就是发生事故的那个瞬间。哈哈哈哈哈！红光画的是发生事故之后。那一瞬间之后会发生的事情，有一次，那一瞬间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，就要看他在什么地方流血嘞。好，前一阵子，为什么叫你们一定不可以骑摩托车？前一阵子骑了两三天而已，对国中男生、国中女生。哦，我怎样？弄得自己搞跑累了，就是一块皮搞坏了，他说是过嘞，绝对不会。来这个，雷闪雷闪雷闪，锂铁为什么？锂铁，老师，锂铁，那是锂铁，是的，这是锂铁，很稀有的，很稀有的，一个就是一百多水，离子的离子。啊，你丢了，麻烦你写一下，请你画一个雷闪的路线。然后再画一个雷闪之后的样子，老师，那第一节课是四个，第一个叫做雷闪的瞬间，不行画哦。雷闪，来，这个是雷闪的一瞬间。理解的。好了，我又不会写瞬间的心。取消是雷闪。取消现在是吗？要剪的嘞，那这个呢？要剪的房子。非常的瞬间。老师没关系的，可以说。老师等一下。老师是不会不会啊？还要多学一点。就直接写注音课。少了一个宝盖。雷闪一瞬间，这个发生雷闪的事情，它会是这样的。
他想要的是这里，不是你，所以他有可能会这样，有可能会这样。不会，在那瞬间，他那瞬间他是想要弯过来，可是他弯不过来。在这一个瞬间，他想要弯过来，可是弯不过来，弯不过去，所以他还有办法这样子吗？代表他弯得过去啊，对不对？如果他可以这样子跑，代表他弯得过去啊，了解我意思吗？所以他弯不过去，人家弯不过去，所以不可能这样，也不可能这样，也不可能这样，那怎样才对？有我吧。你从这里到这里，从这里开始黑山，黑山代表他弯得过去，对，所以绝对不可能这种样子，不可能是这种样子，代表他一定要什么样子，是不是？也不可能是这种样子，我要在这边发生雷什么事情，我也不可能是这样，怎么可能是这样？因为这样代表他弯得过去，懂我的意思吗？那请问一下，都不是这个，那应该要怎么样画才是正确画？那样。第三条不是他，也不是他，不是他，再更偏一点，偏到什么程度？外面才叫做他真的没办法弯，要偏到什么程度？这样才叫做他没办法弯，对，什么意思呢？什么叫做你弯不过来？什么叫做你弯不过来？弯不过来的意思就是，弯不过来的意思就是说，你根本没机会到达，你根本没机会碰到这圆上的其他人，你根本没机会。所谓的没办法弯进来，因为你只要能够碰到除了这个点，除了这个点以外的其他的点，如果你可以碰到其他的点，就像这种情况，我把它放大解释。如果你等一下开车开过来，你可以碰到这个点，代表意思是你可以弯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不可能可以碰到我这个运动轨迹上的第二个点。往前的时候没办法碰到，没办法碰到这些点，碰不到的意思就是说没办法碰到第二个点，所以它只有办法碰这个点。所以你画的时候，那一种感觉是什么？我把它放大，这个地方你把它放大，圆圆把它放大，那什么地方在这里？我没办法弯到这里，对不对？我没办法弯到这里。什么叫雷神？这个叫雷神。再把它放大。弯不过来，就是我没办法碰到别人，没办法碰到别人，就是我只能碰到他。再放大。再放大那个圆，这一层，知道我在讲什么吗？先知道这个感觉吗？所谓的没办法弯进去，它就是只能够跟这个运动轨迹上只能够碰的点，你如果能够碰第二个点，就代表你弯得过去。这个就不叫雷神，因为它可以打弯得过去，它就有速度的飞过去。所以它没办法碰到边，没办法碰到边的领域，它只能够碰它，只能够碰它。当圆很小的时候，你会看得很清楚，就是这一点。当你把这个地方一直放大的时候，你会发现。这个圆越来越大。如果你一直把它放大，圆放大到很大很大很大的时候，对，这边你看起来像一条，
条直线刚好跟这条黑色的线刚好是重叠。如果你把这个地方局部一直放大，一直放大，一直放大，你会感觉上圆的这一条线，圆的这一条线跟这一条黑色的线几乎分不开了。这一条线就算做黑色的线。刚刚你画的感觉像，你画的必须跟那个图纸能够有一个交流。好，那好好写好。什么叫做不是雷闪的线？你要画出什么叫做不是雷闪的线？你看，我是用不是雷闪的线来跟你解释什么叫雷闪的线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要做笔记，你就应该要把不是雷闪的线把它画出来。啊，为什么它不是雷闪的线？因为它如果是雷闪的线，代表你可以打弯进来，你可以打弯进来，它就不会雷闪，它就可以顺利的开过去了，所以不可能会出现第二个焦点，只有会出现雷闪的这个点，它没有机会开过来得到这个点，开不过来，因为它开得太快了，它就直接雷出去了，进不来，对不对？好好的把这个感觉画出来，这是关键。慢慢来，画清楚。这个如果能够把它学起来，就很简单。那个倩文不错，他有在画这个东西。这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概念，就是你在画这条线的感觉，你在画这条线的感觉的时候，当圆很小的时候，你看不太清楚它是什么线。当你把这边一直在放大，一直放大，把这个地方局部放大，不断的把它放大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圆的这一个。越来越大，圆越来越大，就越来越大。你可以看，知道我在讲什么吗？圆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，你会发现这个几乎就跟刚刚的那一条雷闪的线几乎会密不可分。那一条线就叫做切线。把那个感觉画出来，不要嫌麻烦，不要嫌麻烦，就是最好有工具，用工具画的。我们很多事情都有内外之分。顺利的转过去，顺利的转过去，我到底转了什么？会怎么讲？我转了什么？这样子往前走，这样往前走。我转了什么？慢慢看啊，有没有看到我这样子走，对不对？往这边走，走到这边停，我
吃完才能够走这一环，不是吗？我转了几步。当我开始走之后，我是很急救，我一定要。你看啊，我到这边来的时候，我一定要先做一个动作。看到吗？我转几个。明天再说，把它完成就好。然后江宇明天结束。我们要用我们的